需要拥有技巧，你不需要拥有经验，只要你拥有以下这几样东西。首先，你不知道自己今晚煮什么好，还有你家是需要有 cauliflower 和 spaghetti， 那你就需要这个 recipe 啦。今天 recipe 呢全部都是 about cauliflower, spaghetti 和 garlic 的。是不是很难呢？不要紧的，大家可以 repeat 看这个 video 几次，看到自己学识为止，你一定可以的。就算没什么味，我都觉得好吃啊。